大晚上的来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就不能是想见见你吗？白宇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？啊什么？出去。是。在看什么呢？以月族的古籍。难怪我一个字都不认得。你做什么？哎，这个字长得好奇怪啊，像一只小虫子从土里出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萌发的意思。哦，那这个呢？冶炼。哦，这个呢？一箭双雕。这个是。你也不知道吗？那要不要叫拈白羽回来？我感觉他挺懂的。是爱。哦。嗨，我当是什么呢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大晚上的来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就不能是想见见你吗？嗯，你饿不饿？出去。别呀，你好歹吃一口，我坐了好久，手都被烫破。叶希沃，不作就不会死，不会做饭就别做。可是我想让你喜欢我。拿过来吧。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给人正经做饭菜，没有什么经验，你别嫌弃啊，以后多做几次，我肯定会进步的。是不是很难吃啊？也不是那么。看来这次也不行了，还得另谋他法。嗯，你吐出来吧，我以后不做了。为什么不做了？啊？我问你为什么不做了？人贵有恒。况且，姑觉得也并没有那么难吃。狐狸说的对啊。蛇打三寸，抓男人要抓胃，果然像巫术一样，好辣都尝不出来。嗯，你愿意吃的话，我明天再给你送。随你吧。我还做了两个，你尝尝，说不定有更喜欢的。灭魂珠泪在发烫，狐狸姐姐果然没有骗我。